啊，是不是要阁讲较早的代志？无啦，我就知影你心情无好，唔只超工约你出来要讲笑话互你听。你敢知？咱十二生肖内底，倒一个生肖，我爱问为什么？我唔知。猪啦。为什么？聊诶，会笑着啦！这就是我上介意哦，甲你讲话原因啦。你真正足趣味诶呢。啊，不过你后盖卖阁叫我看迄爱情动作片啊！我看完了后，我啥物拢代志拢想袂起来呢，我感觉哦，搁较挫折。袂啦，袂啦，我袂阁强迫你哦，恢复记忆啦。啊，是讲你啥拢想袂开，啊，不过。你嘛慢慢有法度接受我甲 David 啊，啊，这有种进步啊，对不？你看啦，你专工哦约我来遮啦，佮我讲这话来安慰我啦，我感觉足无自在呢。你安尼就是提醒我啦，我也是白人。哦，迄是你家己想伤多啦。人我这叫做铁汉柔情呢，就算讲我是安尼去，有点仔较温柔呀，对不？好啦。啊，既然你袂习惯哦，安尼我要恢复本性哦。后摆我这安尼去，若想要创啥，你就爱配合做啥哦。看你想要批车，若是冲应，若是要酒店啉烧酒到天光哦，在你选。啊，若无，你哦上网去看麦，正少年囡仔较爱耍啥，看你兴倒一边的，咱做啦。啊哈哈！你真正好 man 哦，帅！我喜欢介这种霸气的男人。你安尼就对啊啦。讲落算落足嗨吼，这毋只是白啦。安尼我来想看卖吼，要做啥较好？啊，拄则有讲过哦，只要我有兴趣，你拢愿意陪我哦。嗯，哼，当然，我是安尼去呢，我讲话算话。好，那呢，你陪我跳 Tango。哈？安那，跳 Tango 不好啊？啊！你拄仔毋是讲，你就是看迄跳舞的录影带，害你啥拢想袂开，你足挫折。安尼，即马阁想要跳探戈啦？我就是找无基地啊，我才感觉阁较挫折。啊，不过我真正足介意跳探戈的呢，因为跳探戈偌有气质嘞。我足久无跳啊。凡事袂把咱跳探戈，会当帮助伊恢复基地。安娜，你不愿意陪我跳探戈？无啦，我拄仔是咧想讲吼，咱应该得到跳探戈，啊，气氛会较好。你真正愿意陪我跳探戈？对啊。啊，足会呢！我会当个跳舞啊。我就知安尼，互你欢喜。你想知影，不要当互我欢喜啦，我就是安尼正解。啊，是讲咱。是要跳探戈，唔是要跳黏巴达了。静啊，巴拉过黏条条啦，啊，太帅真麻烦。江云，啊，你打电话讲有代志要甲我讲，是毋是嘉秀甲你讲啥？嘉秀啥拢无甲我讲，是宝娜，伊甲我讲你甲 David 的代志。我知影你伫个 David 妈遐做家管，嘛照讲伊妈妈一段时间啊。是李宝娜哦，阿爷个性讲啊好听是热心，讲啊歹听是三八，伊的话你嘛相信啊？我袂听别人讲啥，就凊彩对任何人下评论。我会找你过来是真正伫个烦恼里，纯粹想要听看卖你的想法，因为你甲嘉秀，一个是我的闺蜜，一个是我的小妹。你若是想要知影搁较侪八卦，问恁小妹毋是搁较紧？你甲嘉秀两个人真正拢足固执的呢，相当唔肯对我讲半句话，所以我不如当面问你，因为我真正就烦恼你。我啥物拢无讲，是无想要和你歹做。你关心我，我就感激你。啊，不过我话嘛只会用讲到这。我听宝娜讲，我才知影，原来 David 是你的初恋情人。啊，不过。你敢真正搁伫爱 David 啊？我当然嘛爱 David 啦。啊，若无我敢有需要替伊去照顾伊妈妈，
搁去妈妈的公司做公关经理。我即马逐工做的是新妇爱做的工课，你敢会当理解我用尽心力想要找回一段感情，弥补遗憾的心情？我当然会当理解，啊，不过你敢真正无搁思考看卖，这份坚持到底是一份真正爱情，还是一份执着？你认为我是执着？对。你跟 David 已经分开这么久了，而且这中你也经历过其他的感情，你明明知道家秀跟 David 现在在交往，你在这个时候回头，所以我才会想说，是不是当初这份遗憾现在让你变成是一份执着？我很清楚这不是执着。雨他好啊，你不要再苦劝我，我没想要听。假设你无法度站在我这边，上至少你不要为难我，这样咱阁会当阁做朋友。你说这吴佳云，她就是自私哈，就只会挺自己的妹妹吴佳秀。我能理解你啊，但是爱情本来就是靠我们自己争取的啊，我挺你。你就去跟那个吴家秀抢那个警察店。多谢你站在我这边，我也要跟你学习这种不屈不饶的精神，争取自己的幸福。对啦，啊，你跟 Robert 结婚了，可怎样？可别提了，本来我打算跟 Robert 结完婚之后就去环游世界的，谁知道好死不死，林若思这个时候来勾引我哥。想嫁到我家当我大嫂，做梦吧！他明显就在报复我啊，我怎么可以同意？更何况他根本就不爱我哥。那你怕什么样的走啊？我早就让我妈提前回国了，我妈现在住在隔离饭店。等我妈出来，我就联合我妈一起去阻挡我哥，杀他个措手不及。更何况。我妈怎么可能允许我哥娶一个离过婚的女人呢？我们公安那个美狐啊，你放心，我可是算得准准准。我妈出关的日子，刚好他们办婚礼，我一定让我妈去大闹婚礼，让他们结不成婚。况且林洛是想当我大嫂，她要掂掂自己几斤几两重啊，她得只能骗得了我哥，我妈一眼就看出她的伎俩。啊，不过毕竟林洛诗不是一个简单的人物，又搁是林家的长公主，你安尼做敢有妥当？这你就不用替我担心了，我妈可不是什么省油的灯。林洛诗想嫁进我家，门都没有，我妈会让她连门把手都摸不到。哎，啊，到底是啥物原因让我这么紧张啊？敢讲？是因为有偷吃的快感吗？不对啊，我无想要反背阮某啊，我正是咧甲较早女朋友跳舞呢。啊，不过阮的感情都已经过去啊，我即摆爱的人是韵如啊，啊哪样呢啊？哎呀，我对别人是同情还是感情啊？我代志啦，哎，继续啦。没，咱哦临工才来，先来看医生，确定讲你脚无代志，好，咱再跳。哦，好。来，较细腻，来，先坐下。来。我会记你较早，我就足爱跳舞的，啊，大概去舞厅，我会记足侪查甫人哦，拢会想钱教我跳舞。我迄个时阵哦，感觉我是 Dancing Queen。我跳舞的时阵，我心情足好诶，我感觉迄啥物烦恼都无啊。啊，不过我感觉足奇怪呢。我会记得我甲足侪查甫人跳舞诶，啊，都是想袂起你。
哦。哎呦，坤嘛，你有搞推拿姐，我看有较好啊啦，免看医生啊啦。多谢你呢，这么关心我，真欢喜。阿姨甲阿伯感情愈好，就愈会去受到阿伯影响，对我要当伊对别身躯边也愈不利。我爱想办法，西人因的关系才会。好啦，我知，我会按时热敷，你要按时吃饭哦。嗯，好，拜拜。阿姆，嘉秀，阿你也来啊？阿姆，你坐就好，坐就好。啊，我就听阿伯讲，阿姆你练跳舞，脚气怪着，所以吼，我就摕一挂药来给你啦。哎呦，我都甲坤茂讲过，我脚无代志啦，那个麻烦你摕药来啦。阿姨，啊，这就做明显的啊，你都甲阿伯讲，你已经脚无代志啊，伊搁超过去摕药来，啊，就是要伫你面头前好好表现一下啊。啊，我知影啦。你唔那是想要表现，是想要救惨阿姨，脚会当受伤，安尼甲阿伯就无法度继续练舞啊啦，吼。雨桐，请你甲差不多嘞。安怎？啊，你敢做，佮唔敢和我讲哦？奇怪呢，啊，你平常时私底下有话时阵，态度都无遮尼啊客气啊，我是安怎伫阿姨面头前，来变一个人啊？好，奶奶你讲。我是安怎要救惨？因为阿伯是有妇之夫啊，你就是要让阿姨卖去叫了阿伯，安尼袂去破坏着阿伯的家庭，嘛袂让阿伯太太甲伊冤家啊。啊哈！你讲坤茂真正因为我甲因太太冤家哦？啊，无啦，你卖误会啦。阿伯的太太吼，伊真大方，而且伊嘛知影讲阿伯甲你的过去，伊真愿意阿伯来甲伊斗相共，恢复你的记忆。绝对不是参像雨桐讲的安尼啦。啊，既然不是参像我讲的安尼，那呢，阿爷脚明明都无代志啊，你是安怎得爱加好心，搁送药啊来啊？我送药啊来是真心在关心阿姆的伤，要买还是买我药啊，再让阿姆家己决定就好啊。你是安怎一直误解我的意思啊？好啊啦，啊你的行为已经足明显啊，你若是搁解释哦，愈抹愈乌。我可劝你，物件赶紧摕走，较袂予家己歹看啦。雨桐啊，你好啊啦，你莫冤啊啦，有听到无？阿姨嘛无想要看到你啊，赶紧走啦，来。雷雨桐，你莫想过分，你哪能去有家秀？哎呦 ，David， 你莫对雨桐这么歹啦，伊是好意关心我。妈，雨桐对你的关心是好意。家秀对你的关心都是假意心，我无讲家秀关心是假意啊。我知你袂安尼想，所以才会有人伫边仔塞弄你甲家秀的感情。我原本叫是，你家己是对感情较看袂开，并无歹意。想袂到，你竟然讲这款塞弄是非话。那不是拄只我去停车，伫外口听到你讲的话，我阁唔知影你是这款的人。我真正看唔到人。David， 你误会啊！我唔是这個意思啦。你是什么意思？我听得足清楚，你唔免阁解释。好佳哉，我拄则听到你讲话，那无到今嘛，我阁唔知影怎样受到委屈。好啦 ，David， 你是咪安尼激动啊？你予人欺负，我当然蛮生气。尤其，伊阁跳过有西人，你甲阮妈的感情，这点我绝对无可能吞忍。这是家秀的好意，叫你收落来。你得做你甲爸练习跳舞无要紧，不过注意你的脚，别阁受伤啊。阮都无叫你做工课啊，先来。我受着委屈，啊！不过你嘛无应该伫你妈面头前发脾气啊！你妈也知影，咱为着伊冤家，一定会较自责的。咱先离开这个，
望着你的。